间情最贵的一支 MV， 最近的 MV 都很蛮爽，都在一起。这首 MV 拍完了，你就可以解散。没有。你说的、做的全都不同，要我接受每个谎言、每个折磨，看着你的双眼，不想戳破。而我说的、做的也都不同，因你要求，骗着自己还没受够。I just wanna。八点档的感觉，有吗？这很激情，这拉屎的感觉。我肚子很舒服。来，小赖八点档的 Be a Liar。I just wanna be a liar。有没有八点档是这样子？我蓬莱仙山，蓬莱仙山都是这样啊。这个是八点档，这个是八点档，这是彩虹频道。有欸，因为轮班制的关系，所以这次我拍 MV 又轮到了最后一个下班的。应该说最近的 MV 都很蛮爽，所以其实还蛮乐在其中。算是目前午间情最贵的一支 MV， 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希望之后午间情的歌会稍微听一下，我们要先赚钱了，好不好？这样，这首 MV 拍完了，表示我们的专辑就即将要跟大家见面。我还以为你要说表示我们要解散。我们还是要办高雄巨蛋。希望办完就可以解散。没有。人生最怕的是什么 ？Denial。这首歌主要的精神在讲说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但我也宁愿骗自己，让自己沉醉在这个世界里面。所以其实是一个自我催眠，否定说这不是事实，但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在骗我，我也跟着骗，但因为我太爱你了。